像的过程当中，就微不足道的爸爸个子矮了一点，矮一米，矮一米，一米七一，一米七一，不，真的。你是说话呀，过过脑行吗？爸爸个子矮了一点，矮一米，比多多矮一点啊。啊，你是公主，你确实是白雪公主。哎呀，又说错了，又不会说话。小爱，其实要是你没看到他爸年轻时候照片，爸爸真是比儿子漂亮，比我帅多了，比我帅，比我有阳刚之气，你有眼光。因为我们俩相识是在一个学习班嘛，学习班女生很少，他是我们班长，他爸爸是我们班的班长，做操一二一，徐徐回望，徐徐回望，徐徐回望。哎，很好，很好。徐徐回望，曾属于彼此的晚上。好，可以，你再来一次。你就刚开始就一句“徐徐回梦”，完了的之后，慢慢的两句，完了的三句，慢慢怎么讲？这样可以？好啊。那徐徐回望，徐徐回梦，徐徐回梦，把今夕余生。什么词儿？这词儿我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老妈，你先看看，它是写的“徐徐回望”，曾属于彼此的晚上。徐徐回望，曾属于彼此的晚上。这是有点抖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《聊斋》的歌。笑啥？你能不笑吗？聊斋，你这笑点太低了。徐徐回望，曾属于彼此的晚上。红颜是你，赠我的心中阴影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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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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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确实是。